哎，对，OK，OK，Hello，Hello，okay, 你 okay,好。hello, 你好。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是希望要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去认识跟了解一下，就是投资人学员他根据我们提供的一些资源之后，他的一些学习的真实心得跟回馈。所以等一下的一个访谈，你可以很真实的跟告诉我们你觉得好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可以值得加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很真实、很 real 的这样子。OK，好，那我们今天总共有四个问题要来问你，就是你应该有上过我们的外汇48堂线上课程，那针对这个48堂线上课程，你的心得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它还蛮完善的，就是你可以从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会，你连外汇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像我一开始只知道说哦，它可能就是我拿台币去买美金，然后什么汇率怎么算，就这样而已。但是它就是连最基本一开始教什么时区什么的，然后一直讲到后面比较细节，例如说交易的 SOP，然后一些技术分析怎么用这样子。它是一个很完善的课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很有收获的吗？就是你原本有投资过外汇吗？我原本是没有投资过外汇，哦，所以经过这次的课程，有让你去了解到外汇保证金这个商品，它至少大部分的状况是什么样子？这样子。对啊，对啊。OK，了解。那你之前有除了做外汇交易之外，你有做过其他的投资吗？我之前只有做过股票而已，哦，做过股票，就做很久了吗？其实也还好诶，因为也是大部分是纯股比较多啦。哦，纯股，OK，了解。那你这一次会想要来去做外汇保证金的交易，是因为我们有提供这个交易体验金的关系吗？还是你有什么样动机来去参与这个市场？应该说算大部分是这样，但是因为其实之前我就有。大概了解过外汇保证金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朋友也有在做，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就是实际去做交易。对，然后刚好看到有这个机会，所以就参加这个活动。了解，哎，那好奇问一下，你有曾经参加过其他类似的活动吗？就是有送这个交易本金、赞助交易本金这件事情。没有，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你第一个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像诈骗集团？会有这种感觉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其实有关注，就是追踪 IG 蛮久，然后看起来应该不像假的，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这样想过。了解，因为我们一开始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希望，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件事，就是外汇保证金的市场，它的人在台湾目前是真的还不多的，它毕竟还是一个相对于股票来说一个比较冷门的交易商品。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说，我们提供免费的课程，然后我们甚至赞助你的本金，让你可以用无风险的方式去交易，因为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赞助本金的一个金额。那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你真实的体验到这个商品到底是适合你还是不适合你，所以我们当时的初衷是这样。那只是可能因为这个行为在可能在台湾市场感觉有点诡异，大家会觉得哈，真的有人在送钱吗？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像诈骗集团。直到你真的收到我们的汇款，你突然就不会这样觉得，你就会完全打消这个疑虑这样子。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应该对于蛮多的投资人来说，应该是蛮印象深刻，就是一个免费的课程，然后免费赞助本金的活动这样子。好，那我想再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月以来你的真实交易的体悟是什么？你这个月操作起来是有赚钱的吗？有啊，对啊，就基本上一个月生活费吧，就大概快几千块这样子，就差不多半每个月每天应该都可以有饭钱稳定都有下来这样。哦，原来如此。那你的体悟是觉得，哎，操作起来是有信心的，会觉得是顺畅的吗？还蛮顺畅，因为其实一开始都有点乱下单的感觉，就是常常觉得说，好像下了单，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做错方向，就会很急着要赶快把它停掉。但是因为后来有那个指标有在用，然后就会觉得说比较有这个底，然后比较有信心啊，对自己的交易会比较有信心。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分享 Forexify 这个指标的时候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希望可以让同学们比较无脑，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判断依据。就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一个图表，有些人会觉得，诶，它好像是多头，它好像是空头。那其实每个人看到的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我会觉得说，与其如此，那不如把它标准化，就是利用一个仪表板的方式去告诉你现在在不同的周期，它的架构到底是比较偏向多头。
还是比较偏向空投的，就是让你可以一眼判断的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可以达成的目标啦，就是帮助我们投资人在做交易或做判断趋势的时候可以更加简洁这样子。那你真实的交易中，所以你说大概可以赚到每一个可能有个数千块钱的收益这样子，是由那$200赚出来的吗？我后来其实有再加仓进去，但是因为我的手速一直都维持在0.01啊，所以算是有那$200出来的。哦，了解了解。OK OK， 好，那我们想问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使用了这个 Forrester 指标应该有一段的时间了，那我们蛮好奇的，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指标对你来说好处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善的地方？好处的话，其实它可以就很清楚，就是巡盘会很快啊，你不用再一个一个去看，然后很清楚，你点进去就知道说，哦，现在可能是相对的高低点，然后你该怎么做，对吧？然后改进的地方嘛，反正基本上想不到，因为我也是很无脑，就是每天点进去看一下那个指标有没有出现这样子，有点佛系投资的感觉，就是有就做，没有就不要做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也大部分时间都是上班的时间比较多，比较没有空一直去看那个，所以可能就是有时间碰到手机的话，我就会每一个都先把它打开看一遍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巡盘这件事情，你一个一个去看。其实像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子，我一点进去这个资产，比如说我点欧元对美元，我一点进去，我直接看右下角，我就知道这个我还要不要再花时间看了。比如说我点下去，哎，它不是我所定义的满分盘，我就不会再花时间看了，因为对我来说它没有意义的。对，我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就是满分的，所以我其实巡盘很快，我一下就找完了。哦，我今天就是要做这个，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这个红绿灯，就是这个高低点的讯号。诶，但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超级省时间而且又无脑交易。重点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它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持给你，就是你知道它是周线跟月线的满分，其实你在持仓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比较充分一些。你有这种体悟吗？哦，会啊，差蛮多的。就是你可能会有个标准判断说，你看现在这些灯全都红色的，那我持有多单我就比较不会怕，因为你知道大趋势在你这边。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帮你平稳你的情绪啦。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设计时候去想要表达的。 OK OK， 那我们了解。那最后你想要有任何其他想要了解关于外汇啊，或关于我们的任何事情吗？目前哦，我是真的还蛮好奇，就是送那个证金的部分啊。OK OK， 送出去，然后那这样子，你们就是初衷就真的就是单纯为了就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可以真正去投入市场这样子。其实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都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第一个问题会先问，那小鹿我们赚什么？大家一定会想问这个问题嘛。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个逻辑在。那其实我也可以很公开的分享我们的逻辑是什么。我们逻辑很简单，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去经营品牌，这是第一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经营品牌的成本，就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一个外汇市场上有一个小路，那我们是有提供免费的资源，包含课程，包含证金，让你自己真的在实际上市场做一些交易的。因为我们觉得那种模拟仓啊，那种不是真实交易的，对你来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你说模拟仓，你今天赚了$20,000又如何？那个你一定是完全不痛不痒的，所以你都乱按一通，那个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200，这个就是真仓实弹的，你就会有一点感觉哦，因为它是真的钱，你可能真的就有点感觉。我们觉得这样的体验才是最真实的，不是去玩模拟仓，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广告的成本了。那第二个则是说，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说，因为你应该也知道，我们有那个一对一的教学课程。我们会从这个部分来，就是希望你可能学习了有兴趣，你接触这上面有兴趣之后，你会有兴趣来上我们的一对一课程这样子。那这个最主要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经营品牌，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这样子。所以可以稍微化解一下你的疑虑，就是哈，那一直发钱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可能可以稍微化解一下你这种担忧，会不会觉得像遇到诈骗集团这样子？OK OK， 好，感谢你的一个采访。